亲爱的小纪，这一刻我已经准备了很久，现在我的心情呢是很紧张，但是又很期待，很想要看你待会惊讶的表情。为了准备这一些，我已经整整一个多月都没有睡好觉了，包含偷偷的找你的同事、找你的同学朋友，一切都是瞒着你来，一直生怕被你发现。小静，嘉豪是一个很好的对象，嫁给他你是会很幸福的。所有互相交换的这些生活点滴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你现在这个男朋友真的是陪你，就是走过很多风雨。我还是老话一句，真的是嫁给他，很不会说谎，就还要在公司装作就是若无其事这样跟着过来，你知道用情良苦。那希望以后你幸福喽。我自己要结婚，我都没有那么紧张，好可怕哦。彩排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点哽咽，到时候的话，我怕我应该会整个控制不住情绪。想说请珊珊他们开慢一点，可是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了，害我准备的有一点措手不及。刚刚跑上来要躲的时候，还怕被你发现。每一颗流星都曾在夜光里画下幸福的光芒，据说只要梦见流星就能点亮幸福。亲爱的小静，我等了30年，终于等到今天，就像来自星星的你一样，等了400年的感觉，终于让我等到你了。我虽然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我会努力做到最好。我虽然不是100分，但是我会努力做到满分。我虽然不是10全10美，但是我会努力做到尽善尽美。我想要对你说，我想要当你的王子，希望你能当我的公主。本来应该不会哭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我一直忍不住的哭。希望今天的安排你会喜欢。亲爱的小静，我想要对你说，选择我就会像选择股票一样的赞，因为我将会是那绩优股，我会像我的公司一样，就甘心的一辈子疼爱你、爱护你、喜爱你、包容你，希望你能接受我。亲爱的小静，请你嫁给我。我觉得我需要好大的勇气耶。只要你答应我，一切我们都能克服的。我愿在众人面前向你许下爱的承诺，今后不论贫穷与疾病，
我愿不离不弃的陪伴，呈现最美丽的幸福，直到永远。我会好好的呵护你，照顾你，双手捧着你，代表我会永远把你捧在手心上。不知道选多大的戒指，所以我特地选了一个1000克拉的钻戒。我真的不知道嘞，我只知道我这件事而已。我不知道那个。那叔叔要永远爱阿姨啊！谢谢珊珊。假的。未来不管是任何事情，我们只要遇到，就是两个我们携手一起共同的度过。老婆，谢谢你嫁给我，谢谢，我会永远爱你一辈子的，谢谢。我会像我的公司一样，全国电子就甘心妹永远呵护你一辈子。今天我就想说，莫名其妙的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带我来这个地方，虽然说我已经来很多次了，然后我也很感动，说就是他为了我然后做这些事情，然后他也因为他让我有那个勇气可以下定决心跟他说我愿意，我真的觉得就是很感动。那今天就很开心，谢谢各位亲朋好友来这边，那也感谢各位现场工作人员的帮忙。那最后我要谢谢我的老婆，我现在终于能叫你老婆了，以后开始我都要叫你老婆。感谢你今天答应我的求婚，老婆，谢谢你，我会永远的呵护你一辈子的，老婆。今天来参加我的一连串的节目，谢谢你们。